哎，你们给我这种东西，然后还睡得着啊？啊，那真是奇葩了，真的。要整我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谁派你们来的？到底谁派你们来的？那这样怎么办？这样怎么办？这只能硬了啦。老大。哎。独家。真的假的？独家？你真的有独家，我就叫你妈妈。看一下，而且已经可以发了。这个是那个龙山那个，你们看一下，姐，你们看一下，哦，这张照的，张张精彩，张张漂亮，这才是独家，这个才会有吸引力嘛。那稿子也有了是不是？嗯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改版，用这个，懂不懂？好啦，等一下。还怎么样？还有别的照片？你刚才不是说如果独家的话，对，你就哦，去啊，去，对，赶快，然后记得把门带上。妈妈，乖儿子。你真的厉害，妈妈，你真的厉害。儿子啊，认真工作啊。好。